大家好，影界一出现咱就发牛肉酱。这个视频还是前两天拍的，也没顾上剪辑。那一天不是出去踢了三门户吗？跑到博州踢了一个差池，回到我们五行又抓了几斤糖果，跑到宝庙抓了十来吨车料，回到火车那都九点多了，抓上车十二点，上了高速那都十二点半，结果那是一晚上就睡了两个小时。这早上啊起来，咱也做点吃的，一会儿到火车都没有时间做饭了。问人家结果想吃点啥，那人家说了好长时间没有吃大包子了。半年为你这一档来的时候也没带肉片，再给你吃个素的，正好十九块九拍了一袋外婆菜给吃饱，这一时半会儿再吃不完，俺就炸了两个鸡蛋花，放一包外婆菜，又切了一根韭菜。今天给他包一个外婆菜，今天就在家里打包。这是昨天晚上俺四年睡的时候，提前换着把面，又泡了一碗大碴子。这早上起来，起来正好，这包子也好包。我们两个包了九个大包子，包了满满的这小腿，上锅都可以开始蒸了。这包了大碴子倒到锅里，放点碱面，这样煮出来大碴粥那是特别烂乎。把这包子装上锅，十五分钟都差不多了。因为咱这包子是素馅的，把包子端出来，大碴粥再熬它一会儿，熬的那是黏黏糊糊。早上你要喝上一碗，那是特别暖和。咱的饭菜也出锅了，一会儿到服务区，正好休息二十分钟，我们都可以吃饭了哈。这就是我们两个真实的看待生活，希望我们看待生活的别忘了哈，给我们两个字点点赞鼓劲，希望我们很难面试的给影姐点个关注。一直先苦后甜，我熬了一年又一年，曾经一腔热血的少年，如今变得沉默寡言，风雪压我两三年，心中早已无怨言。